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别碰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那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咖喱跟饭搅在一起，然后端上桌。以前的温瑞碗，现在这一用一点都不了解。哎呦！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了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啊！不要碰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这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我最讨厌就是咖喱跟饭搅在一起，然后端上桌。以前的温瑞凡，你竟然这一点都不了解。欢迎汪世伟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真心镇的小智，目标是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收集传说中的宝可梦蜜大腿露露。就决定是你了，皮卡丘。你不是皮卡丘，你是谁啊？喵，我是火箭队的喵喵啦。别看我这样，我的神经是很脆弱很敏感的。喵，嗨，我是来自22世纪的哆啦 A 梦。慢点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好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我有个道具哦。生殖器。有了这个道具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取代宪哥坐在 C 位了。可是叫他记得带铜锣烧来哦。我是未来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鲁夫，我决定了，未来的副船长就是你了，乔巴。乔巴，哦，你再怎么夸奖我，我也不会高兴的啦。你这个混蛋！报告船长，前方有红色头发可疑人物哎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。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我们是穿梭在银河之间的火箭队，武藏。喵，就是这样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啊，人多了不起啊？本姑娘都没在怕的啦。哦。本大爷玩游戏才不会输给那个笨蛋安妮呀。他这是什么瞧不起人的可恨笑容？来，我们来随堂考好不好？省喉咙，直接一听他们配音，好好玩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们来个配音随堂考。OK， 先有这个电影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再由他们不一样角色的声音来配。未来妈妈，请看。有找到吗？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了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重要。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就一个凳子。哎呀，丽芳，丽芳。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啊！不要碰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这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这里是你的家，这家里面哪一样东西不是你的？这个家里面全部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连我房间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窗帘不是我选的，抱枕不是我挑的，沙发也不是我喜欢的，就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床单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这声音太重要了。哎，哦，这段
很经典，经典。这个是他的凳子拿出来丢。未来妈妈，未来妈妈，未来妈妈里面讲这刚好这个支线在讲就是婆媳的关系。对了，我们直接来配音好了。哎，美珍姐，美珍姐，阿叮当，还有雅金啊，这三位分饰各角，开始。哎，有找到吗？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立方，立方，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别问我，那是我的凳子，那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这里是你的家，这里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的？全部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这里房间里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这窗帘不是我选的，抱枕不是我选的，沙发也不是我喜欢的，就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床单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好白痴！哎呦，连那个气气的声音。所以你说声音重不重要？我经常在讲哦，有没有人是因为声音才有视觉的大小？来，水塘口再来，再来，再好玩，好玩。曲哥，曲哥，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啊！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为什么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？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咖喱饭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咖喱跟饭搅在一起，然后端上桌。我是想先帮你们都弄好嘛，而且饭跟咖喱搅在一起跟分开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我喜欢饭跟咖喱分开，然后干干净净的端上桌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你说什么时候不喜欢？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了，如果以前的我早就把盘子摔在地上。他怎么变化了？以前的你，对，以前的温瑞婉，现在你一点都不了解。哎呦，那你为什么不说？你说了，我就不会把他们搅在一起。我讲没有用，你老实说，我这个能做，这个不能做，这个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你说为了我的安全，为了我的健康，我还能说什么啊？配得好入戏哦，真的哎，对呀对呀，全新的感觉，有 feel 啊，对，后来就台湾国语了，对对，变台湾国语，变化，你要配到这样精准，真的好难。